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今天进入箴言的第四期，最佳女主角。箴言31章第十节到31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卑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背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所拿燃线杆，所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严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最佳女主角。箴言1章到31章结束竟然是用一个女生最佳女主角。那原因呢，最后写30节呢，说并不是因为她的外貌，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她之所以能成为最佳女主角，站在箴言当中最后成为1章到30章当中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是因为呢，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着称赞。她敬畏上帝，因此她人生的所有的人际关系，她如何处理经济，她如何家人的关系，她如何处理整个家庭的所有的关系呢，包括她的丈夫都以她为骄傲。原来箴言用这个最佳女主角来说明呢，任何人包括像她一个普通的妇女还不知道她是谁，甚至31章第1节利木伊勒王这个的妈妈还是一个外邦人，任何人你不需要有任何旧约的任何的知识，都也因为敬畏上帝，仰望这位三一神在基督里面的救恩的人，你就可以成为最佳女主角。原来敬畏垂直神本决定一个人的人本啊，因此呢，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看这个最佳女主角有什么吸引人迷人的地方。四个重点，第一，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有智慧经营婚姻跟家庭，她因为敬畏上帝，她就有智慧的经营她的婚姻跟家庭。有关她的丈夫，她跟她的丈夫关系很好，她的丈夫呢满足，因为她丈夫呢以她为乐，她的丈夫呢完全依靠她，甚至她的丈夫呢23节因为有这个智慧为她的妻子呢，可以跟本地的长老同坐，就在社会上有地位，所以她的丈夫呢会非常依靠她。简单来说呢，她比起在2章17节啊，那边是给淫妇吸引的人呢，2章17节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被淫夫吸走的人的这个丈夫呢很凄惨，但是如果给智慧这个最佳女主角吸引的丈夫呢很稀奇，她的丈夫会称赞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所以她有智慧经营她跟夫妻的关系，那这是女人一生最重要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也不只是夫妻的关系，包括儿女，他的儿女呢起来称他为有福，因为他也确实他帮了儿女呢张罗所有的事。在21节说，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所以他经营婚姻经营家庭
因为他敬畏上帝，就会反映在他夫妻儿女关系当中。第二，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呢，有智慧经营工作跟事业。他会经营他的工作，他的事业，包括呢，十三节他找到原料，十六节他找到田地，然后十八节他经营有利，甚至二十五节呢，他想到未来，他有未来事，可是他会有很有计划的特征呢，就是第一，他会有殷勤的计划，殷勤，很像第六章那个蚂蚁，他会呢，箴言二十一章第五节说，殷勤筹划的植住丰裕，如果你殷勤筹划，就会有丰富。他殷勤筹划一切的事，他半夜商船来啦，未到黎明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他很殷勤的计划。第二个，他有投资的眼光。十六节，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二十四节呢，更特别，关衣服有关的，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所以他是一个很能干的富人，他有投资的眼光，不只是这样，他还有管理的智慧，他无论家事，无论事业，人力的安排，他都能够治理，能够管理。这很像创世纪上帝对亚当夏娃所说的，你要管理我的葡萄园。所以箴言书等于在回应伊甸园，人有上帝的智慧就可以管理大自然。那这个最佳女主角就是这样的一个最好的榜样。三十一章二十七节呢，他如何管理呢？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呢，三十一章十五节，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当作的工分派卑女。他懂得授权，他总懂得呢分工，使家里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动起来，好让每一个人呢，从以弗所书来说，各尽其职。他因为敬畏上帝，不要让人有闲着，要各尽其职。因此可以看出第二个特征，如果你是敬畏上帝的妇女的话呢，你有经营有智慧经营工作跟事业。第三，如果你敬畏上帝的妇女，就会有智慧经营自己的生命。刚刚谈的是别人的，现在是自己的生命。一个才德的女子充分的发挥她自己的才干，使得生命结实累累。如果你有上帝，就不一定要促销那种看被大男人主义所瞧不起之后的反动，那种叫做妇女神学。你有上帝之后呢，你就能够有自信，因为你可以经营自己的生命，因为你会做几件事。第一，你会把握时间。十八节，他觉得有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有时间感，他知道 timing。 那包括二十四章呢，三十节说他是一个勤奋的女子，他不能懒惰，他掌握时间，他知道什么事是贵重的时间，他不只是掌握时间，他充满自信。三十一章二十五节这么说，能力和威严，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能力和威仪，所以他想到日后的事情的景况就会喜笑，因为他是很有自信，将来对他来说呢不是一个威胁。他把握时间，他充满自信，他自己善待自己。二十二节，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善待自己，他不会虐待自己。不只是这样，他个性很成熟，个性成熟，他不说消极，不说埋怨的话，他知足，他感恩。简单来说，这个妇女对于自己的经营呢下功夫的。很多人是会经营外面的，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生活不在意，甚至牺牲，甚至呢不重要，只是为了借着外面的工作薪水业绩，甚至自己的名片上的更多的项目向人夸口，自己活得苦哈哈的。这个最佳女主角呢，活得很满意，活得很骄傲，活得很自尊，活得很有自信。同时呢，她呢经营她的婚姻，经营她的家庭，经营她的工作。除了这以外，第四个，
他经营人际关系。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有智慧经营人际关系。你从这个最佳女主角就发觉呢，她不说乖谬的话，她不说乖谬的话。箴言四章二十四节非常宝贵，那句话说啊，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气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这个妇女就是如此，她呢离开邪恶，她不说乖谬的话。很多妇女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婆婆妈妈的讲一些 gossip 一些杂话，但她不会，她在经营上帝家的事，经营自己家的事，经营自己的生命，她经营人际关系。特别她呢在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她善待别人。二十节，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她善待别人，她顾念穷人的需要，她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不只是这样子，她控制舌头，她不说长道短，她不三姑六婆。因为三十一章二十六节，求主帮助我们解灭是这样子的。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所以当然丈夫听她的，儿女称赞她，仆人喜欢尊敬她，周遭人喜欢靠近她。难怪呢，这种人是不多的。箴言十二章第四节啊，这么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你需要有上帝来帮助你，免得你的丈夫瞧不起你，免得你的丈夫因为有你呢，就像骨中的朽烂。你最好成为你丈夫的冠冕，你最好成为你丈夫的最佳女主角。你需要上帝。那你一定会问，这样的人他呢能够经营婚姻、经营家庭、经营工作、经营事业，他又能够经营自己的生命，他又能经营复杂的人际关系，这种妇人哪里去找？很稀奇。箴言特别提到呢，才德的女子是上帝赐的，贤惠的妻子不是你追来的，是上帝给你的。也就是说，才德的女子这个最佳女主角恐怕不是真有其人，她是一个智慧在说话，她并不是真正有这个人。实际上你严格来看的话呢，这个人基本上是不睡觉的，她半夜还在纺织。15节呢，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她从早上到晚上半夜还在纺织，清晨还没有太阳起来之前她已经起来，她并不一定是真正一个人。所以有学者说她不过是理想的妻子，理想的妻子。其实更直接，她还不是一个女性而已，因为希伯来文的智慧是女性，是阴性，在说明呢，妇女用妇女目的是要做对比。因为箴言里面都提到人生很错综百态复杂，十字路口有很多试探。那箴言呢，特别所罗门王用一个比喻，那叫淫妇。淫妇跟智慧，淫妇跟智慧，如果有淫妇吸引的人，少年人就会进入堕落死亡。如果你听从上帝的智慧，这个时候就叫变成智慧才德的女子，是因为敬畏上帝，她是上帝的属性。所以在谈的是智慧用拟人化自己说话。因此整本书呢所描绘呢，不是真正一个人，它在说明上帝的智慧。其实第一章到第九章在描绘智慧的妇人，跟三十一章正好前后呼应。整本书三十一章当中一到九章是导论，三十一章的结论最后附上这个才德的女子现身说法。你会发觉他们两部分头尾有相当多共同的特征。第一，这个妇人才德的女子最佳女主角呢，都出现在城门口。第一章
二十一节，这个妇人呢，一章二十一节，她在城门口说话，在热闹街道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那三十一章这个才德的女子呢，她的先生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在城门口，最后人荣耀她，人家称谢她，所以到她城门口，她是 public 公开的场所，生活当中的，因为敬畏上帝而得到的智慧。第二个特征相同的，都期待着寻求她的人，别人都需要她，别人在找她。别人在找智慧，就像找这个最佳女主角。因此对男人来说，等于鼓励你，你要追漂亮女生的态度来追上帝，要追最佳女主角的方式来追上帝，期待这个最佳女主角成为你的配偶，期待智慧成为你一生与主同行的伙伴。第三个共同特征是智慧呢，前后都说出智慧的话，他说的话呢，别人都爱听。他说的话，丈夫呢，因为他就不缺乏。第四个，他所说的话呢，比珍珠更宝贵。八章十一节就在说明呢，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跟这个才德的女子，有她呢，金银财宝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智慧。你娶得一个才德的女子，就好像取得上帝给你的智慧，成为你一生的伙伴。那因此吃的穿的还是次要的。第五，一到九章跟这个最佳女主角有共同的地方，就是都值得人来信任她。第八章在街口喊叫的那个智慧妇人，呼叫说来听我的声音，我是可靠的。这个妇人呢，让他的儿女信靠他，让他的先生信靠他，让他的仆人信靠他，别人都喜欢信靠他。而且不只是这样，第六个共同特征，头尾都因为信靠这个智慧得到平安，得到保护，得到尊荣，得到财富。在一章三十三节就说相同的话，三十三节说，我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听从智慧，上帝透过智慧所说的话呢，你就有安全感，你就会有满足感。第七，不只是这样，你还得到更丰盛，得到更丰盛，成为有福的人。在九章十一节也说相同的话，如果你听上帝的智慧，就像娶到才德的女子，九章十一节说，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增，寿命长一点。你如果都听上帝的话，顺服他，不跟上帝吵架，你看中他，你更得的丰盛。而且呢，第八个特征都照亮旁人的路径，因为有这个智慧，就会让愚顽人有智慧，就会让丈夫呢做选择经营，或是儿女的教育，就因为你当才德女子，因为上帝给你的智慧，你就会让周遭的人呢，找到一个越走越明，直到日午的一个条道路。其实你让人生啊欢喜，而且你让人家呢，丈夫很喜欢工作完马上回家，他不会去找外遇的，因为他喜欢在家里很满足。这样的女人是男人所最羡慕的，而不是呢娶到她之后回到家就很痛苦，因此呢恨不得不回家，逃家，是不少逃家的丈夫的。那你要让你的丈夫满足的话呢，你就要敬畏上帝，照上帝的方式依靠他，来温柔有智慧托住你的丈夫。你不要想挟制你的丈夫，你要有个智慧，从因为敬畏上帝的缘故呢，以让你的丈夫呢以你为满足，以你为依靠。记住，女人不要以为被妇女神学呢喊多了，就认为呢我们女人一定要出头。圣经的原则并不一定说大男人或大男人主义、大女人主义，男女是相互融合在上帝的恩典里面的。但是呢，圣经有一个原则，就是你如果顺服你的丈夫啊，因为男人有一个特征，男人是其实有大男人主义。如果女人像你的女朋友，当初你追她的时候呢，她一直仰慕你的时候，你那个为她死的英雄气概就会彰显出来的。你会觉得呢，我这个人真好，因为她仰慕我，我就会越爱她。但结婚以后呢，你常常如果责怪她，你甚至不愿意当脖子，顺服她的话呢，
你会结果呢是让你的丈夫呢就觉得外面的人都好像欣赏我，家里的太太不欣赏我，他当然会有外遇啊。所以记住，女人呢成为脖子不坏的，因为呢转头的还是脖子，温柔的转，好让你的丈夫呢以家庭为依归。甚至最后呢这两段都讲到呢都有使女，都有手下，别人都称赞她，邻居都喜欢靠近她。而且呢更重要的地方是一章九章跟第三十一章这个最佳女主角都以敬畏上帝为装饰。三十一章三十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个正好是在第九章啊，整个一到九章的导论当中结束的时候呢，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原来这个最佳女主角之所以成为最佳女主角，是因为神来的，是因为神来的。整个箴言三十一章十到三十一节，总共二十二节。二十二节的每一个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正好用希伯来文的子音当中的每一个字轮流出场。二十二个字，二十二节，好让犹太人读它的时候是背得起来的。这个叫离合诗，非常十全十美。十全十美的离合诗来成为三十一章最后的结晶，最佳女主角，她目的说穿了在做对比。箴言的特征就是对比，那个对比谁呢？淫妇。你如果把三十一章整个 连在一起的话，她不是在谈一个个人，她才谈上帝智慧的属性，听从他，以神为本的话呢，你就不怕淫妇吸引你进入恶权，被淫妇所吃掉，在第七章所描绘的。实际上三十一章当中呢，他刻意用对比来看出呢，才德的女子跟淫妇四个对比。第一，淫妇跟外女的丈夫啊，淫妇的丈夫终日不在家，不过才德的女子呢的丈夫呢却时时依靠她。她的丈夫喜欢回家，淫妇的丈夫呢不喜欢回家，淫妇的丈夫不会依靠她，那这个才德的女子丈夫呢时常依靠她。三十一章十一节，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第二个共同特征呢，就是对比呢，淫妇或是愚昧的妇人或是这个外女呢，说出诱惑的话，会诱惑人，会迷惑人，但才德的女子呢却说出真理。她口中的话呢句句让别人家，你看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这是第二个共同特征。第三呢，淫妇呢用外面的装饰来吸引迷惑人，不过才德的女子呢是敬畏神为装扮，也就是淫妇注重外表，可是呢这个才德女子的注重内涵，这是第三个对比。第四个对比，淫妇使人只剩下一块饼，在六章二十六节记载呢，淫妇使人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掠取人宝贵的生命。可是这个才德的女子呢，她的丈夫有益无损。这个离合诗二十二节在说明，如果你敬畏上帝，就成为才德的女子。那才德的女子怎么办呢？你如何成为才德的女子？其实真敢说啊，一到九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七节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把一到九章这个整本序一框起来，敬畏上帝就成为有智慧的人。然后十章一词，十章开始到十五章是所说的反义平行，反义平行的结束呢是十五章三十三节，也是敬畏耶和华。十五章三十三节敬畏耶和华，所以十章到十五章敬畏耶和华，然后十六章一直下去呢，到了二十二章呢结束的时候呢，二十二章第四节也是敬畏耶和华。二十二章第四节敬畏耶和华，包括二十五到二十九章呢，最后
25-29章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最后也是敬畏耶和华。28章14节，长存敬畏的心，变为有福。整个来说呢，箴言的这个最佳女主角，她之所以能够让丈夫周遭人心考她、欣赏她、称赞她，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她靠上帝，她不是因为丈夫。女人要成为好的最佳女主角，不是因为丈夫，是因为上帝。伟大的女人是因为有上帝，因为上帝所给你的智慧。因此求主帮助从天下的中国女性，因为靠上帝，家庭儿女蒙福。求主帮助你，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帮助我们成为让先生羡慕的妻子，帮助我们的姐妹成为让她的儿女所尊敬的母亲。主，让他们公公婆婆以他们为骄傲，让所有中国女性成为中国家庭复兴的一个平台，帮助所有的姐妹的婚姻蒙福，上帝喜欢，周遭的人喜欢，邻里都喜欢。你的名就在我们每一个姐妹最佳女主角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